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合作舞台。这次舞台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后一次舞台了，想让老师跟我们多留一点回忆。老师，欢迎光临。我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同学。老师，他错了，他错了。晚上要睡觉，你手都是这首歌。不会等会要用这个方言来唱吧？我现在有点害怕。刚刚我们跟你的视频合作了舞台 ，So beautiful。我就想你快回来。干嘛？送给你的母亲节的花。豆芽你也有今天。对野我我们有话想要对您说。你让我觉得我在这里不是一个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个人训练生。如果必须成为大人的话，我想成为像 Ella 老师这样的大人。我要是怕难怕弄弄ไปถึงฝันให้ได้แล้วเดียวเองอะไรเงี้ยก็เลยคิดว่าใกล้ complete แล้วค่ะ这几天我们什么时候收工他比我们更晚收工对舞台每一个细节都要求得非常极致我们太幸福了就像毕业晚会一样是一个很完美的 happy ending